那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小时候跳的那个韵律操你电话里说的那个，了。嗯，要看吗？现在啊。我就是跟你一个人看了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嗯，扣押吃书没背完回家，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。今天这样，明天一样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。下定决心，把确定达到，不怕跌倒，信心最重要。我们都是这样长大。稍息里挣扎好，噼里啪啦，呼噜啪啦，铅笔找不到，平平乓乓，坎坷。